战争之矛，和平之盾，兵器世界，观古论今。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老师是卢吉兵老师，主持人好，白梦辰老师，欢迎二位。2021年6月，印度陆军提出野心勃勃的未来坦克计划，准备用1770辆新型坦克更换现役的坦克啊。看到1700多辆坦克，这么大一蛋糕啊，这个全球的军火商都激动了。这不，在2022年年初呢，又有新消息了，印度急着买的坦克呢，得到了法国的回应啊，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短片。2022年1月2日，印度 The Week 网站称，法国政府近日通知国民议会，将支持法国奈克斯特公司的提案，与印度一起制造勒克莱尔坦克。印度在2021年6月向世界坦克制造商发出了邀请，计划为印度陆军采购1770辆新型坦克。根据印度国防部发布的技术要求，这种暂时命名为 FRCV 的新坦克将作为未来40到50年间印度陆军的主战装备。随着印度军队加快寻求下一代主战坦克的步伐，法国政府已经表态将支持奈克斯特公司向印度提供勒克莱尔坦克。而在此前，俄罗斯也向印度军方推荐了T-14阿玛塔坦克，并称俄罗斯和印度可能会共同开发基于T-14阿玛塔平台的新型主战坦克。好，我们从刚才的短片当中看到，2021年的年底啊，俄罗斯方面呢已经提出要和印度联合开发基于T-14平台的新型坦克，而法国的勒克莱尔坦克呢又在最近被印度刻意的提到，大概率可以确定呢，这两家会进入到印度新型坦克的选型决赛当中啊。那么到底哪种坦克更符合印度军方的需求，又是哪家制造商可以最终赢得这笔合同，趁机大赚一笔呢？罗尔，您的意见呢？勒克莱尔，第一，非常好的火炮；第二，最先的自动装弹机；第三，先进的火控；第四，它的战场管理系统。这些东西都是勒克莱尔始终是在坦克这一类都是靠前的。那么法国和印度啊，始终之间的贸易来往是很多的。40年前印度就买了法国的幻影，最近买了阵风，而且印度从法国也曾经买了很多坦克上的热成像，买了热成像去改造俄罗斯的特巴林。所以印度去买法国的东西，应该讲这是很正常的。孟晨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对于印度来讲呢，俄罗斯是一个传统的合作对象。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个T-14阿玛塔在俄罗斯这边是新锐的坦克，其实你放眼西方感觉还没有这么科幻的型号出来，这种所谓的先进性也能一定程度上的打动印度方面。好，所以不管是法国还是俄罗斯呢，和印度合作必然都是有利可图。不过呢，最终订单到底花落谁家，还得看看两家装备各自的综合实力。而在法国和俄罗斯的武器库当中啊，勒克莱尔主战坦克、T-14阿玛塔主战坦克无疑是各自的明星级的装备。那么这两型坦克究竟孰优孰劣，我们依旧呢从衡量坦克性能的三大经典指标防护、机动、火力来对两款坦克进行比较。首先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勒克莱尔和T-14阿玛塔坦克的机动性。勒克莱尔坦克是法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发生产的主战坦克，也是法国目前最先进的坦克。在动力方面，勒克莱尔安装了1500马力的8缸涡轮增压柴油机。勒克莱尔的最大公路速度可达每小时72千米，平均越野速度为每小时55千米，可以跨越3米左右宽的壕沟。目前，俄罗斯最新型的坦克是T-14阿玛塔，2015年5月9日在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首次亮相。
阿玛塔的动力装置为一台12缸 X 型涡轮增压柴油机，功率也达到了1500马力。如此强劲的动力，却仅需推动55吨的车体。在12档自动变速箱的配合下，阿玛塔的最大公路速度可达每小时90千米，采用了半主动扭杆悬挂，最大越野速度据称可达每小时70千米，最大行程超过500千米。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勒克莱尔坦克和特幺四阿玛塔的机动性能。那么孟晨，在机动性上，你觉得哪款坦克更具优势？我觉得肯定还是特幺四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啊。阿玛塔按俄罗斯人的说法，那是4代车，比3代车还先进一代啊。包括这个 X 发动机啊，这发动机的功率可以根据需要来变啊。包括俄罗斯宣称说，这个它的这个坦克的机动性现在已经跟这个高机动轮式车辆差不多了。直面性能上，我个人倒是觉得可能特十四有自己的好处，但是反过来说，特十四当年曾经在红场上出现过趴窝的情况，就是实战中到底特十四和勒克莱尔谁的机动性更好一筹，我觉得这要看具体的战场，要看你的维护保养这些相关的因素。要综合一些具体因素啊。罗老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勒克莱尔先进就先进在它的机动性上。印度这次能看上勒克莱尔，也是因为它的机动性。那么勒克莱尔为什么它的机动性非常好呢？第一个，它有一个大马力的发动机，虽然它是1500马力，耗油量还特别少，它的千瓦小时只有231克，那么也就是说每个小时也就是200多升油。印度实际上看中的就是它的机动性，因为它有了28的吨马力的这个优越性，所以才可能他提出这个要求，我要在高原上使用。对于主战坦克来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拥有高机动性可以让己方掌握战略的主动权，而拥有高火力呢，则更容易在战斗当中压制对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阿玛塔和勒克莱尔在火力上谁更胜一筹。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主炮是一门120毫米滑膛炮，有自动装弹机。主炮的射速为每分钟12发到15发，俯仰范围-8度到20度。它还配备了一挺12.7毫米机枪和一挺7.62毫米的机枪。勒克莱尔配备有完善的观瞄装置和火控系统。具备列肩作战模式，使车长和炮长的协同效率大幅提升。阿玛塔配备一门125毫米 2A82EM 滑膛炮，由于采用无人炮塔，炮管上取消了抽烟装置，加强了火炮身管强度，能够承受更大的膛压，从而增加炮弹的射程和威力。这门炮采用了最新型的自动装弹机，射速达到每分钟10至12发。除了具备列肩作战能力，阿玛塔还是世界上第一种配备相控阵雷达的坦克，可同时跟踪65个来袭的导弹、炮弹等目标，甚至能够通过追踪来袭炮弹的轨迹，确定敌方坦克的位置。短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勒克莱尔和俄罗斯的特幺四阿玛塔都配备了自动装弹机啊。不过特幺四呢配备了无人炮塔啊，并且装备了125毫米的坦克炮啊，这个好像更有优势一些啊。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罗老师，应该讲是勒克莱尔的火力啊也是很先进的。勒克莱尔就是这次法国他在用勒克莱尔的坦克的时候，他用的不是别人的炮，他是自己研究的一门125/120的滑膛炮。那么这个炮呢，口径比是52，要比 MEA2 等等的这样的炮管长了将近1米。它的身管一长，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呀？
身管的曲度出现问题了。那么怎么样发现这个身管长了有弯曲度呢？它最先有了测曲器，就是在炮塔上有一个激光打到炮口上，炮口反射回来，每次它的激光反射点不一样，通过这个激光反射点测这个身管的弯曲程度，进行自动修正，保证它在射击中的精度。除此之外，最先用了护膛管，就是那个热护套。什么意思呢？那你身管会为什么会弯曲呢？太阳上头一晒，上头热胀了，太阳晒不着底下吧，身管弯曲。那么加了一个热护套，防止温度的变化，同时它在热护套里加了很多铝丝，使它的这个传热呀能够均衡，这样确保它这个身管不弯曲。所以呢，这门炮实事求是的讲是很先进的。另外它有先进的火控系统，光它的火控系统的计算机三台，整个火控观瞄测距修正光 CPU 30多个，所以它整套的这套系统确保了它这个炮的射击精度，所以它这个勒克莱尔的火力是非常好的。好，听完了这个勒克莱尔的火力呢，我们也听孟晨来给我们讲一讲啊，阿玛塔它的火力性能如何。我们讲在这个苏联也好，俄罗斯的坦克的这个火力这块，它一直以来比一个是比西方的口径一般来讲我们说大5个毫米，或者有的时候大的更多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呢，保证它的我们说无论是榴弹的装药量啊，我这个弹药相对来讲可能重量大一些，它会有一定的好处。另外呢，就是俄方一直以来要强调什么呢？就是炮射导弹。这个炮射导弹是俄方能够在西方主战坦克的射程之外对它进行有效的精确打击的一种手段。而且俄方之前这个据说阿玛塔也测试过用它的主炮发射炮射导弹去打击敌方的比如说直升机这样的目标，那么这个能力我们说勒克莱尔当然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说它的观瞄，比如说这个热成像这些相关的设备，俄罗斯在升级自己的坦克的时候也是采购法国的装备的。你比如说法国人说我的这个热成像4600米能发现目标，2600米我能够跟踪瞄准。所以总的来讲，两种坦克在火力上，俄方可以凭借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炮射导弹具备一定的射程优势，但是观瞄这块很有可能法国人是要稍微占一点优势，哪怕俄罗斯这坦克是后发。好，所以两型坦克火力上是各有千秋啊。我们知道在战场上呢，火力很重要，但是只有火力是扛不住对方的打击，这个抗击打能力也很重要啊。防护力是坦克发挥威力的基础和必要的保障。那么勒克莱尔和阿玛塔两款坦克防护力各自如何呢？我们来看看短片。由于动力系统采用紧凑化设计，勒克莱尔的发动机、变速箱、辅助动力装置被打包后体积较小，车体较短，能节省出一些重量用于加强装甲防护。该型坦克的车体与炮塔四周可以加挂复合装甲，这种复合装甲用高硬度钢板、陶瓷材料、高韧度合金、耐火特种纤维交替组合而成。在坦克最容易遭到攻击的部位还覆盖着爆炸反应装甲，炮塔顶部的泄爆板等设计也有效提升了防护力。相对于其他西方坦克，勒克莱尔更注重主动防御手段，借此减低装甲重量。它还有车际信息系统，可以和友军车辆分享战场信息。阿玛塔主战坦克的主动防御系统被俄方命名为阿富汗10。
甲防护留下了更多的空间。那么相信大家会很好奇，勒克莱尔的装甲技术它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很多人都认为法国是为了保证机动牺牲了装甲厚度，实际上这是一个误会。这个呢，在坦克设计理念上法国人是有一个不同认识的。法国人认为是什么呢？防护装甲装备要进行均衡性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谓防护，首先不要被敌人发现，其次不要被敌人击中，第三才是击中了不要被击穿，第四击穿了不要被击毁。首先第一，我不要被敌人发现，怎么办？有良好的机动性，有灵活的移动能力，使你在发现我的时候，我能迅速躲到有地形的地方去。我闪得快，我闪得快。第二，它有强大的先进的观瞄系统，首先发现你，我有良好的就战场管理系统，我能够快速的，你发现我了，快速的移动到其他的地方，快速的和我的战友进行联系，互相掩护。其次，他在被击中后不被击毁，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车内的灭火易爆装置，他最先有，就着火了，我马上能够灭火易爆。其次，弹药舱上有一个泄压板，你一旦打中我的弹药舱，我泄压板打开，所有的炮弹被抛出去，你再爆炸到外头爆炸去。像这些防护系统，都是它作为均衡性防护的有效的能力。白老师怎么看？法国人实际上你会发现，他跟我觉得他跟俄罗斯现在在阿玛塔上很多方面最后是殊途同归的。阿玛塔的这个阿富汗石，它是主动防御嘛，那么他要通过战场感知的方式，更早的发现敌方的威胁，然后选择合适的方式。你比如说法国人自己也有那个相关的这烟雾弹发射器啊，这些东西。阿玛塔上面的这个阿富汗石呢，相对来讲它可能速度更快，它是要做到一个最短的时间内支起一个我们说气凝胶烟雾障，这样能保证敌方的像什么导弹呐、甚至敌方的坦克不能够看到我。这个是它很重视的设计，包括我们说综合考虑隐身。你看俄罗斯的这个装甲特别考虑隐身性能，从装甲的材质，包括到这个电子干扰。那么法国方面的这个勒克莱尔其实也有隐身的设计。你比如说刚才说它的这个发动机，法国人说我这个发动机加速的时候是不喷烟的。对。那么我的发动机排出的废气就370度，不会超过这个温度。就这些都是法国人。排气管都有，叫单板机控制，就靠单板机啊，单板机控制排烟器，使它的排烟一个是散开，温度不高，使你的热成像看不着。就是你看着了，你不以为这是坦克。就是我不是像过去那样防护就是防护，机动就是机动。我现在是要把整个的系统综合考虑，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去提高我的这个整个的防护水平。好，经过刚才两位专家的讲解呢，我们已经对两款坦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再次回到开篇讨论的事件啊，能看到印度国防部呢明确要求该坦克必须全部在印度本土制造，并且要得到相关的技术转让、维护培训和工程技术支持。陆老师怎么看？说实话，勒克莱尔这个坦克啊，作为我们坦克界来讲，应该是技术很先进，构造很复杂，生产很困难，维修很昂贵的这么一个坦克。它平时的维修保养费就很高，我查到的它的维修一年的维修保养费3.5亿欧元。那么从印度它本身生产的能力，包括它的维修能力，将来真正它买到手之后，到底是对它在作战上能起作用还是起不了作用，现在都很难说。印度现在的工业你看阿琼搞成这个样子对吧，你阿琼还是从全世界买各种各样的部件拼出来的一个玩意儿，搞都搞不好，你现在要求其他国家给你转让技术，这种3代半坦克甚至4代坦克的生产能力，我觉得这个短时间内实行不了。因为全世界能够执行这样的国家都是一点一滴几十年的发展而来的，你印度想要揠苗助长，这个我觉得是实现不了。
即使印度能够如愿在一定的研发周期之后呢，获得所谓的未来作战车辆 FRCV 啊，获得阿玛塔或者是勒克莱尔坦克，但是坦克能否满足印度陆军对装甲的数量需求，融入到印军真正的作战体系当中，另外能不能适合印度的这个气候环境，是吧？仍然有诸多的变数。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啊，我们就谈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到来啊，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